富家少爷迎娶千金小姐，却逃不过命运无情的安排。在竹南往事剧中，男主角李正颖饰演合力商行第三代，夫妻间深情互动牵动观众的眼泪。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了以后，然后知道自己生病得绝症这样子，这整个心力路程的转折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。你就是我的外口，你还做我因为外口，你知道吗？由韩瑜饰演的陈阿珠，外表温婉，个性却很坚强。面对丈夫往生，独自在险恶的商场闯出一片天。回顾坎坷的人生路，她并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过不去的苦。再怎么苦，你绝对会过去的。我很有耐心，我会把一件事情哈，别人没办法做好的事，我有办法把它做好。历经岁月洗礼，陈阿珠引领下一辈走入慈济，也化解家庭纷争。制作单位用心良苦，从服装到布景细节都不马虎。大电视台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，除了正面之外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讲鞭策，让我们这个社会有动力。算是一个非常强咖的媳妇儿。集结众多实力派演员，大爱剧场年度压轴好戏《竹南往事》，忠实呈现最勇敢的人生故事。大爱新闻蔡依林叶依林台北报道。